正经关不了，关不了正经。好，各位同学们，老师没有让各位失望嘛啊，我们该做的事情都做了啊，而且呢，这一切都是刚刚开始。同学们，你们今天运动了吗？好，保持这个良好的身体，不管怎么样，至少我们2048年12月31号，好，我们相约在哪里呢？应该是在教育部的门口啊。教育部在哪里？教育部好像在凯达格兰大道上，是吧？哎，不是，那是外交部。教育部在哪里啊？反正应该在联合办公室吧。好，我们相约在教育部，不然2048年的时候，不知道那时候教育部在哪里哈。那可能在南京吧，因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了嘛，对吧？好，那个时候我们相约啊，那我会坐着轮椅啊，无论如何或者带着叶克膜，跟各位相约，我们一定要去看看蔡同学的升等资料。12月31号，我们看完了以后，顺便跨年，好不好？一起迎接2049年，然后替我80来岁的这个生日啊，一起庆生一下。好，那个时候呢，我们相约来看一看蔡同学的升等资料解密啊。这个蔡同学的升等资料，在历任所有包括蒋介石在内黄埔军校的学历也没有这么神秘，竟然会把自己的升等资料封存到2049年12月31号。好，陈学圣呢说还要去看，他说他看的时候他又忐忑不安，他怕中计。坦白讲，陈学圣是个好人，可是我觉得你太逊了吧，你真的没有用功啊。如果我今天是你的话，我去看，我会看出一堆的端倪来。哦，我觉得你对这个事情没有琢磨。你叫你的助理哈，好好看一下正经关不了。好，或者你可以看看我跟陈学圣其实同一个时间前后跑过新闻啊，那时候跑交通线啊，那时候还算蛮熟的。他在中国时报，我在台视，所以呢，学圣兄，你可以来看一看哦，他也是我在台大的学长嘛，你可以来看看我们的节目，你会看到很多东西。在这边讲吧，你第一件事情你要去的时候，你要先去看蔡同学的升等的论文，还有他的学术著作，他的就是进政大的那个代表作，就是他的博士论文在哪里？这件事情最重要啊，没有什么中计不中计啊。还有呢，就是他的学位证书在哪里？你要看好。好，另外你要看看他进政大的时候，因为他曾经进政大的时候是客座副教授，客座副教授我讲过，只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就是他望重士林，可是我觉得蔡同学顶多是你家住士林吧。你怎么可能27、28岁望重士林呢？所以这是不可能的。另外一个客座副教授的可能性就是你靠关系，但是你没有拿到学位，所以给你个客座，因为客座比较松嘛。客座教授可能没有学历啊，王永庆也是去当人家的客座教授，不是吗？所以呢，很可能是你没有，你不是很可能，你就是没有，那淘宝还没买到了啊。在这个情况之下，你靠着什么冯沪祥的关系啦，靠着法治斌的关系啦，或者靠着张秀慈的关系等等，你去当了政大的客座副教授啊，或者是什么原因？所以你在政大的时候，你曾经升等副教授，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你在政大有一个升等副教授的过程。那学圣兄，你就去看看，他既然是升等副教授，表示他不是副教授。那你不是副教授的时候，你当初拿的学位证明是什么？你升等副教授的时候，你的学位证明是什么？好，然后看看你的学术的，就是你的毕业论文长什么样子，不能只看封面哦。好，就算只看封面，你也要看看它的封面跟它的黑皮书，这些一不一样？好，那当然是不一样嘛。好，再跟国图的一不一样？当然，现场不会有一本他的论文，有的话才见鬼了啦。有的话哦，学圣兄，你中了第一特奖了，见鬼啦！啊，那这些东西都可以蛛丝马迹的看出它的结果来。而且呢，我要是你的话，我就当场要求影印。如果现场任何官员阻止我影印，我就请你把法条拿出来告诉我，哪一条规定博士论文不能影印。他如果告诉你说那是因为什么要封存到2049年，我马上用立法委员的身份请教你，根据哪一个法规列为国家最高机密？请问他牵涉到国家安全的哪一个部分？如果通通没有，我一定强制要印。你有种的话，你去叫警察把我架开；你有种的话，你动用军警，
宪兵国安局把我陈学胜五花大绑抬走，不然我就绝对会硬跟你硬到底。所以呢，学仁兄拿出点魄力来，哈，为台湾2360万人想要看到的公平正义坚持下去，本来就应该硬。第二个，我到现在为止还是没看到蓝的、绿的、白的、花的、黑的委员们曾经去质询过，为什么一个人的生等资料要被列为国家最高机密，而且封存到2049年12月31号。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回答，而国际媒体对这件事情感兴趣的程度说不定更高于 LSE 的这本论文到底长什么样子。因为几个媒体人他们都觉得太奇怪了，他说史上没有发生过一个全世界啊，没有发生过一个元首也好，一个官员也好，把自己的论文跟证书列为国家机密，而且封存到2049年12月31号。我更悲哀的是说，以前大家在笑说徐水德讲了一句话，被人家笑了十几二十年，说法院是国民党开的。如今有了蔡同学的论文事件之后，你会发现整个国家机器都是蔡同学一个人开的，整个国家机器是蔡家开的，你会觉得不可思议到了极点。而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竟然在一个号称自由民主的国家中华民国台湾每天都在发生，而文武百官毫不感到耻辱，而我们的立法委员本于权责要监督政府的竟然通通都没有意见。所以我说所有的立法委员都给他下架。我觉得对这件事情来看讲勉强合格的是陈学胜委员，至少他还有在追，虽然他不知道该怎么追，好，那个叫做笨嘛，那个不叫做没种，或者是没有道德勇气，或者失职嘛。但其他的都是没种的、没有道德勇气的、失职的委员，通通下架啊，113个留一个就好，其他全部下架。那我要讲的是说，下架之后怎么办呢？投给喜乐岛的委员呢？如果你们投给喜乐岛的委员，我一定会去，不管用求的也好，用拜托也好，用要求，用各种方式，我会叫他们上任之后第一件事情彻查论文门。而且必须要把所有作弊的跟协助作弊的官员绳之以法。另外很重要的是立刻把2049年12月31号这件事情解禁，而且立刻查出来到底是谁下令，然后谁接受了这个行政命令，根据哪一个法条，哪些公务人员渎职，让这个事情呢2049年12月31号得以得逞。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掌握了一个独家的消息，但这个独家呢在网络上已经被爆开来了，就是那个可以左手自导自演，然后呢自己的文章自己写，自己的采访自己问，自己的新闻自己发，然后内销转外销，外销又在进口转内销的台湾研究计划，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秘单位呢？本节目当中也已经曾经揭露过嘛，台湾研究计划就是呢由你我纳税人的钱，由教育部然后呢资助这个计划的成立，然后透过呢我国驻英国代表处的文化组来成立了这么一个台湾研究计划。台湾研究计划本来的动机是要把研究台湾这件事情跟世界接轨，结果没有想到台湾研究竟然在这些年来我没有看到他有什么惊人的学术著作出现， Google 了半天没看到，没有就是没有，却被作为一个替特定政治人物擦脂抹粉的单位。这一跟外国势力或间谍势力渗透出英国，然后在英国的学术界中为特定的政治人物去做非法的勾当有什么不一样呢？所以我相信在拨云见日这个务所的伦敦之后，这一件事情一定会被英国的媒体做第二波的详查，到底台湾研究计划是谁并上一棒，他的钱从哪里来，谁给的，怎么用的，往哪里去。所以我说我们的立法委员、立法诸公们、滚滚诸公们，你们
看到这样的一个研究计划，公器私用，在浪费大家的纳税人的钱，你们为什么不详查呢？好，节目在这个地方呢，先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要来看台湾研究计划的钱到底哪里来，而且过程当中有一笔看不见的黑账，相当于2400万台币进到了台湾研究室。那这背后的黑手是谁？他想干什么？进入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想为台湾未来公平正义出口气吗？欢迎加入吕秀莲竞选总部志工团，电话0982700635 2020 formosa@gmail.com 2020 formosa 小老鼠 gmail.com 什么太感暗自 say 感谢大家。现在大家见面打招呼都在问你联署了吗？联署什么呢？吕秀莲、彭白显参加2020总统大选需要你的联署，一天要联署20000张，不然就来不及了。怎么联署？在哪里联署？电话请洽0800715688 0800715688。什么你什么太感暗自 C 感谢大家。正经关不了，关不了正经。好，各位同学，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看更多的犯罪资料。我们要讲哈这件事情呢，提告啊，然后跟英国的媒体这个广揭露于世人之前之外，还有法律的诉讼策略，大家要看要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把这整个犯罪集团能够绳之以法。所以我在伦敦呢，在台湾呢都一样。好，这个时候大家要的是群策群力。让这个案子的每一个攻防的层面都务必要让黑暗无所遁形，要让蜡烛的烛光能够照亮满室的光辉，这才是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好，现在呢，在 Mobile01 的这个网站上面有网友爆料，拿出了一个表格，这个表格各位看看。好，这个表格是伦敦政经学院呢相关的外界捐款所列出来的表格。那这个捐款的表格呢，因为根据
相关的规定啊，它在一定金额以上啊，它会必须要揭露，所以会出现这个表格。但我们会仔细来看它相关的规定。这个表格呢，在我这地方黄色框起来，在我们的这个右手边可以看到，它的横向有个捐款表格，编号3631号。好，来，我们援引这个 Mobile 01上面的这篇文章啊，但我不能讲说，因为你看啊，连这个证书都可以在淘宝买嘛，所以我不敢讲说这件事情。100%我一定替他背书，但是写得非常清楚是捐款计划。但我要讲的是，这个东西就是立法委员你该去追啦，这里面牵涉到什么？牵涉到洗钱啦，一个来源不明的捐款捐到台湾研究计划给特定的人，这不是洗钱，这是什么？2400万台币耶，高铁上的一卡皮箱300万啊，到现在哦，整个案子被吃掉了啦，一卡皮箱300万没去了啊，婚哦超买9000多万呐，根本一夜啊哈，今嘛嘛没去啊啦，好，所以这整个过程哦，台湾哦真的是在一个，蔡同学，你把伦敦的雾带到台湾来了啦，笼罩在台湾社会之上，不清不楚，不明不白啦。好，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哈，是 LSE 的提供啊，给某一个询问者的这个资料当中显示。这个是因为啊，资讯透明法啊，资讯公开法，所以 LSE 被询问之后，他必须去回应。来，我们有没有看到这里面的3631的地方？好，3631的地方有一个 anonymous donor， 就是匿名捐款者，捐赠了四，我看哈，个十百千万十万48.4571元。英镑，那个时候观众朋友呢告诉我们说，那个年代应该是50:1，所以算起来相当于2400万的台币。有一个 anonymous donor， 匿名的捐赠者，捐了2400万台币。好，捐给了谁呢？竟然捐给了 professor Fu Chu Wang， 然后呢，他这个是这个单位的负责人吧？好，那么他直接捐给呢 ，Donation to Fund Fellowship for Fan Long Shi 来了，这个钱是捐给施方龙的哦，直接 Donation to Fund Fellowship for Fan Long Shi， 好，2400万 ，Anonymous Donor。那我听下跟这里后康的代志。第一个，我们的检调单位、情治单位马上该查了吧？这个是不是洗钱防治法？法务部的蔡清祥部长、检察官不是号称洗钱中心吗？一卡皮箱三百万，你不是站出来说话吗？2400万的匿名捐赠给施方龙，要不要出来查一下？大家想一想看。有钱好办事，一举一个匿名捐款2400万台币，才会有后面这么多擦脂抹粉的心甘情愿当鱼文，冒着锒铛入狱也要做伪证，对不对？才会这么卖力的去自己的新闻自己写，自己的采访自己问，自己的新闻自己贴，自己的内销转自己做，自己的外销自己做，然后外销再转内销，内销再转外销，才会出现在LSE 的官网上面认证蔡同学有博士学位的这件事情，不是吗？所以这是前金还是后谢？我认为是前金啊，因为这个钱应该不是今天，有一段时间了。他后面写了一个2007年8月1号到2014年9月30号，指的是这一笔 foundation 的 fund 到2014年9月30号，意思不是说这个2400万，而是说这个所谓的台湾 program 应该是2007年8月1号到2014年9月30号这段时间，因为施呼隆2009年上任，各位还记得吗？2008年蔡同学担任民进党的党主席，而2007年8月1号到2014年9月30号是这个台湾 program 的正常的申报的时期。那么这个台湾 program 为什么到2014年以后就没了呢？有可能是他改名了，有可能是网友爆的另外一个料，他根本在那时候已经结束了。后来的台湾 program 不是在伦敦政经学院里头
所以在英国的台湾 program 闹出了双胞。好，这条线索留给各位观众朋友、各位同学们，你们去当家庭作业，你们去找找看答案。但是从我手边得到的非常清楚的就是，有一笔来路不明的钱，它的价值是48万405.71英镑，48万405.71英镑，折合那个时候是49:1，所以折合大约是2400万的台币。这笔台币呢，专款专用的捐赠给了施方弄，这么清楚。那你会说没有啊，为善不欲人知啊，啊，多的是善男善女啊，都是这个匿名的人士。抱歉了，在上面所有的捐赠者都有名有姓。The only exception is the anonymous donor。然后呢，他捐给的是Taiwan Research Program， 收受者是 Donation to Fund Fellowship for Fan Long Shi， 直接给了 Fan Long Shi。 Fan Long Shi， 你拿了2400万，当然要报恩。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个过程不就正视了这是一个犯罪的金流跟物流串在一起的结果吗？这就是犯罪的金流跟物流环环相扣的结果，不是这样吗？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钱的背后存在更大的阴谋。马上回来。想为台湾未来公平正义出口气吗？欢迎加入吕秀莲竞选总部志工团，电话0982700635，2020 formosa@gmail.com。2020 FORMOSA 小老鼠 gmail.com。 什么太感暗自 C， 感谢大家。现在大家见面打招呼都在问你联署了吗？联署什么呢？吕秀莲、彭白显参加2020总统大选需要你的联署，一天要联署20000张，不然就来不及啦。怎么联署？在哪里联署？电话请洽0800715688，0800715688。什么你？什么太感？暗自 C， 感谢大家。
正经关不了，关不了正经。好，今天呢，这个论文门啊，一直烧到现在为止。大家其实脑袋里面看两件事情就好。第一个，台湾的硕彦鸿儒有几个人出来替蔡同学的论文打抛票，替他背书的？到目前为止，我只看到一个政大的徐世荣，啊，大法官刘铁铮，啊，好像到此为止吧。如果海外再加上这北美教授协会的李中志，啊，政治人物就看到王定宇跟管碧玲，其他呢，通通照干那不会的，虾米边阿姨，通通没有人在这件事上说一句话，骂的也没有，赞的也没有。你不觉得这在台湾的政治史上？单一事件没有人评论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吗？事实就是如此。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则新闻。好，那这个他说，蔡英文总统虽然已经公布他在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博士论文跟毕业证书，但外界仍然许多质疑。今天在立法院的教育文化委员会，48个国立大学的校长当中，只有6个人举手认为蔡英文的毕业证书为真，其他则不表态。哎，国立大学是教育部管的，教育部是苏贞昌管的，啊，这个行政院管的嘛。好，虽然是潘文忠，但后面后来老板是苏贞昌嘛。苏贞昌后台的老板是蔡英文，竟然48%，48%呢，还不到12%，啊，不到12%，11.8%的比率挺。换句话说，88%是不表态的。今天如果1+1=2，100%的人该表态啊！这不是说你会不会支持蔡英文，欸，也不是说2020年你票投给谁，欸，这个你说哦，大学校长不表态也就算了。蔡同学的毕业证书、毕业论文是真的这件事情，大学校长、国立大学校长每个都有 PhD， 每个都写过论文。如果蔡同学的论文、毕业证书是真的，每个人都举手，为什么？何乐不为呢？一方面表忠，对不对？一方面这样子举手以后仕途不可限量，再加上蔡同学看起来以现在的民调好像连任在望嘛，所以这些人押宝也会押蔡同学，不是吗？但是我要讲的是，蔡同学不会连任。我再讲一遍，蔡同学不会连任。他就算要连任，他也要先去土城看守所待一阵子才会出来啊！大家听好啊！我不相信台湾中华民国是一个没有王法的地方啊，我说过嘛，如果比照犯罪的恶劣程度跟犯后态度跟一罪一罚跟相关的利益，如果阿扁要被关个6年，关到 漏尿的话，那蔡同学你恐怕要关到2049年12月31号，跟我们一起去拆封看看你的升等资料吧。来，这上面写说立法院啊，今天呢审查国立大学校务基金，48个校长出席，国民党立委陈学圣说，他为了厘清蔡同学的毕业证书很难很真伪啊，教育部安排他在本周3下午前往政大查看，但我担心中计，要不要去很为难。各位观众朋友，请到那个陈学圣的这个脸书上留言，好，你跟他说，叫他一定要去，没什么好为难，没什么好中计的，因为蔡同学该骗都骗了。你请陈学圣务必拿出道德勇气，他必须去看两个东西。第一个，蔡同学的学位论文在哪里？也就是说，他要进政大，他必须拿着他伦敦大学政经学院的毕业论文，要缴交，一定要缴交，好不好？我进过国立大学，我进台湾大学，我缴交，完全的这个没有任何的闪躲的空间，把他的博士的论文拿出来，这第一件事情，不是封面哦，也不是收到哦，也不是电子档哦，纸本拿出来。第二件事情是，他的毕业证书拿出来，我们来看看他当时交的毕业证书是哪一份，好吗？是1984的，是2011的，还是2015的？把它看清楚。然后，当他拿到这两件东西，其实别的不要多说了，不要告诉陈学圣委员太复杂的东西啊，我怕他以目前为止他对这个案子的熟悉度来讲，我看他问的问题，他还在讨论那个到底那个火药到底是谁发明的哈。虽然我们已经在讨论，在这个火星探测的时候要挖下矿物质的什么部分回来探测到底火星有没有生物，以他现在的程度来讲，你不要给他太多，你就跟他讲两样东西就好。第一个就是拿出毕业证书来啊，第二个就是拿出毕业论文来，就这样，这样之后
很简单，然后务必要影印，拿着相机就拍照，我看你官员可以怎么样，当着官员面说，请你告诉我凭哪一条法律不能够公开，请问你这条法律还适用在中华民国哪一个国民身上，哪一个人的论文是受到这样的保护的，如果没有的话请警察闪开，请图书馆的馆员闪开，我就是要印啊！再不行我抱着跑往外跑，就跟那个中国大省一样，抱着往外跑，看你能怎么样啊！给陈学圣打气，给他勇气，如果他没有做到这一点失职啦啊！下一届也不用选他了。好，你光是看没有用嘛，因为 to see is not to believe 嘛，你要把它拿出来给大家，好，然后把它送上网，叫大家去检验，这才是真的，才查真的。如果你这么做，你就不会中计；如果你没有那么做，那就会出来应该说：“哦，你看陈学圣也背书啦，陈学圣也看了，他没意见呢。”小心，好，再来。陈学圣问在场的48位国立大学的校长，好，说是否认为蔡英文总统毕业证书是真的？结果只有6个人认为是真的，其他人没有表态，只有6个人呢。天哪，怎么可能只有6个人呢？好，他问了这个政大校长。郭明正，就政大校长没有举手，他没有举手，没有替蔡同学的论文背书，所以这个故事你有没有觉得很巧很好玩？我给你打包票，郭明正一定去翻过蔡同学的送到政大的档案资料。你想想看嘛，发生在政大的事情，这么多人去问他，对不对？他一定先去什么？先去学务处人事室把档案调出来吗？所以这个地方已经破案了，郭明正看过了嘛？看过了，为什么不大胆的说，我替他背书，因为我看过了。结果点点不敢恭维，哈，道德勇气还差几亏了。但是我还是蛮佩服他，就是说至少他不敢背书。可是我要谴责郭明正的是，哎，你凭什么把这个东西拿来当成就是踢给教育部说这个东西应当事人要求是不对外公开的？今天我要是你的话，我就把他的论文呢，如果他今天有论文在我这里，我就把他电子档扫一扫，就跟别人一模一样，放到图书馆，别人该放哪他就放哪里。这就叫做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所以法律就是天子跟所有人都应该共同享有的，跟共同面对的，叫做法律。所以我如果是你郭明正的话，我就看所有的 PhD 本校的过去的老师是怎么样公布的，我就怎么样公布。哇，我管你什么国家机密法，我管你什么黑手伸进来，了不起我不干呢、啊？政大校长不干，不干就不干了、啊，什么了不起？不干我还是教授啊，对不对？就算教授不干有什么了不起？人一生哦，到了这个年纪，到了这个节骨眼哦，做一件对社会有意义的事，做一个有风骨的事情哦，值回一生了啊！不要等到2049年12月31号才去开封嘛。好，结果呢，陈学圣问这个郭明正说，你为什么不举手？郭明正说，政大有700多个教师，每个人的资讯一视同仁，不会有差别待遇。政大确实保有蔡同学的毕业证书的影本，他也仔细看过，但老师个人资讯不公开。好，来了，政大没有，看起来没有保存蔡同学的论文，只保存了蔡同学毕业证书的影本。 OK，那这个时候就要看是1984的咯，还是2011的咯，还是2015的咯。如果是1984的，当场陈学圣就要问说，那请问蔡同学为什么2011要补发，为什么2015要补发啊？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咯。他说如果司法单位有请求，政大会依法提供，但是我们的司法单位到现在完全静悄悄，是不是因为最高品质所以静悄悄呢？嘿，这个有趣。好，他说他没有举手是因为还有很多东西在调查中，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相信就是相信，不相信就是不相信。难道他亲眼看到他都不相信吗？他为什么没有举手？这中间耐人寻味啊，一个这么好的表功可以升当教育部部长的机会，他竟然没有表态。好，学学似乎弄啊，拿人家2400万呢、啊，就要努力替人办事啊，对不对？办完事之后还有前进，还有后进。你看看他嘛，又送巧克力，又送花，又送洋酒，
这些事情哦，真的石胡龙你会陷牢狱之灾啊，我真的不骗你。也许台湾的司法是民进党开的或国民党开的，我不知道，可能有的部分是民进党开，有的部分是国民党开的，但是你相信伦敦法院是谁开的呢？好，所以这件事情看起来啊，已经到了一个相当大的一个罗生门，到了一个呼之欲出的地步。我们如果从所有的犯罪心理学来看，其实已经可以直接宣布破案了啦，不管是嫌犯也好，证人也好，物证也好，都已经直指这根本就是一个子虚乌有的穴位啊，不是子虚乌有的事件哦，这件事情根本就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博士证书跟子虚乌有的博士论文，所以从头到尾就没有什么好再多说的。好，我们接下来呢再看看呢，最近我又看到了另外一个新闻啊，就是心头壳啊，它的标题是说 LSE 认证蔡英文博士，北美教授协会说争议就此打住。我想第一句话就错了。LSE 认证蔡英文博士，如果你有看《正经关不了》，你就会知道它跟认证完全不相关啊，它只是石胡龙在这边偷渡的一个公关手法，如此罢了。好，那么这篇文章是这样讲的，他说蔡英文同学的蔡英文的博士论文近来不断受到外界的质疑跟造假，那么尽管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已出面背书，仍然无法消弭假论文的指控。这个新闻就是假新闻，陈芳龄心头壳陈芳龄。尽管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出面背书，你有看到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出面背书吗？上面一个没有人认为，一个没有人认定的发布单位，这第一个。第二个，它上面写说 records show 什么样的 record 没写。第三个，他说 has awarded by 什么diploma awarding body at the time 啊，就是这个证书的授予的那一个群体在那个时间，他连那个时间是谁都不敢讲。而且如果真的是有一个授予的时间，他的时间详细的日期什么时候送到 library 的通通都没有讲。所以这一看，一个懂新闻的或者甚至你是一个做新闻的人，你就会知道这根本称不上是一则报道。好，那么但是他这么说，他说北美人台湾教授，北美洲台湾教授协会呼吁说将国内的政治留在国内，还给 LSE 一个干净的空间，不要让恶意的造谣抹黑延烧到国外，践踏国际顶尖学府的自治精神，一切争议就此打住。我要告诉北美洲台湾人教授协会啊，我不知道你这个说法是代表了北美洲教授协会里面的多少人啊，但是我要说，就这个发声明的人来讲 ，shame on you。这件事情呢，站在一个学界的立场，你们不但不应该就此就把这件事情呢画下休止符，你们更应该本着求真求实的精神。我相信，如果你们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北美教授，如果你们的学位不是跟蔡同学一样是买来的，你一定会知道这整个 process 是完全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所以我要说的是，你们不是不懂，如果你们是渔夫渔妇自精于勾读的也就算了，你们是完全内行的人，所以我要大声谴责你们。 Shame on you, Shame on 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的发声明的这一群人。好，你说呢，不要让恶意的造谣抹黑延烧到国外，你刚好讲反了。这件事情是因为国外的一个 scandal 延烧到国内啊，因为这是一个伦敦政经学院36年来没有博士论文而授予所谓博士学位的 scandal。 各位在学界的人，你可以忍受这样的情况吗？你可以忍受一个毕业36年后才把你的论文送上来，你可以忍受这样的一个论文上面还有立可白，还有漏页的，还有漏这个编号的，你还可以忍受可以自我抄袭到这样程度的一本论文存在吗？讲到自我抄袭啊，有人在说啊，这个论文现在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已经是看到国内的所谓自我抄袭的部分，那这个部分有童文旭律师，还有一些人锲而不舍在读他的论文，在做自我抄袭的比对，相当了不起。但是我要讲的是，这是另外一个案件啊，这是另外一个案件。如果前面这个主刑啊要判无期徒刑的话，
后面这只能算是从刑，这个从刑大概呢就是十年徒刑。真正的主嫌呢、主刑啊、是这个偷天换日的假论文跟假学位，竟然可以在台湾谋窃公职36年，这才是这件事情最严重的部分。好，那我们要讲的是，北美教授协会既然是学术中人，你怎么会蒙着眼睛相信这件事情为真呢？而且你还要说这叫做造谣抹黑？请问林环强教授拿出来的证据哪一项是造谣抹黑？请问你们认为造谣抹黑的人，你们又拿出哪一项证据来打脸过林环强教授？请问李中志们，你们拿出了哪一样证据来证明林环强是错的呢？我只能说，你们因为是 liar infant， 所以你们把你们的成见蒙蔽了你们的眼睛，更重要的是蒙蔽你们的良知。好，所以我说呢，你们认为说这是在践踏国际顶尖学府的自治精神，这不是自治精神哦。当你们在抨击管中闵事件的时候，你们不正也是在践踏，如果用你们的逻辑，你们不更是在践踏自治精神吗？管中闵他的整个事件我在讲，我说后来监察院去罗织他的那个东西我也不赞成。你不能说因为一个人啊用政务官去写文章，然后就认为说他在兼职，哎，写文章的人太多了吧，你顶多只能说他没有揭露自己的身份，一边当政务官一边甄贬自己的政务啊，就好像自己的新闻自己发啊，自己的这个论文自己造假，然后自己去写篇文章称赞自己，这个道德瑕疵啊，会让人家觉得很恶心啊，有点假。管中闵的最大问题是因为我在台大，我走过他的所有的路，他的最大问题是他兼职台科大读懂一段相当的期间，他没有报备，直到他有一天他要去参选台大校长的时候，他一天走完程序，然后赶快去报备，所以他一段很长的必须报备的兼职他没有报备，这是违法的。第二个，他没有利益回避，遴选委员当中有一个跟他有薪资年薪顾问费用在2000万普的这样子的一个薪资的酬庸的或者是薪资往来的利益对象，他没有揭露，这是他最大的问题。但你比起这个论文自始至终是造假的，学位是造假的，那根本就是 a piece of cake。 好，但虽然如此都是造假的事情。当管爷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你们是用什么的立场来看这件事情？今天当我们用同样的尺在量一模一样的蔡同学论文的时候，你竟然说这叫做造谣，这叫做抹黑，你们难道不是一群只有立场没有是非的 shame on you 的 scholars 吗？好，进入到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想为台湾未来公平正义出口气吗？欢迎加入吕秀莲竞选总部志工团，电话0982700635，2020formosa@gmail.com， 2020formosa 小老鼠 gmail.com， 什么太感暗自 C， 感谢大家。
现在大家见面打招呼都在问你联署了吗？联署什么呢？吕秀莲、彭白显参加2020总统大选需要你的联署，一天要联署20000张，不然就来不及了。怎么联署？在哪里联署？电话请洽0800715688，0800715688，什么你什么太感暗自 C， 感谢大家。正经关不了，关不了正经。各位同学，现在呢，我们的摄影棚呢，可以已经转向了在伦敦的政经学院，在伦敦的律师楼，在伦敦的法庭，在伦敦的记者会现场了。所以呢，各位同学，我们的户外教学呢，就快要一步一步的展开了。那不管老师在不在课堂上啊，很重要的是远距教学嘛，有什么困难，对吧？现在什么样东西都可以在上网做 distant learning 嘛，所以各位同学呢，你们继续做作业，那老师继续授课，不管是在伦敦的泰晤士河畔，或者是在课堂中，老师都不会缺席。好，接下来呢，我们在第三阶段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法庭上的法律策略。好，我要讲的是在伦敦呢的法律的这个律师的这个咨询费用非常的贵。好，律师的咨询费用是这样子，在咨询期间呢，一小时是450块英镑，台币呢是18000。好，那在后面的诉讼阶段呢更高。好，有人判断在2倍到3倍之间。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已经进行在议价当中。好，所以在咨询阶段一小时就是450块英镑，将近20000块台币。好，但是呢，为了台湾的公平正义了哈，这件事情哇，逃税了也哈，一定要税后请记在上嘛哈，所以这件事情呢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好，这件事情是虽千万人吾往矣，自反而速。所以接下来呢，我需要各位同学大家一起帮忙的是，我们一起来找真相。好，我们一起来找真相是说，这个阶段我们的被告可以纳入哪些人，我们一起来想这个问题。好，随时留言给我，寄那个 email 到truevot@gmail.com、告诉我们你们的法律意见。好，我们有几个可能性了哈。这件事情我想我们第一个可以告的是应该是说像施呼隆这个人我们是可以告的。好，因为他有几个问题嘛。第一个就是他受这个捐款来源不明，第二个呢，他捐赠洋酒啊给 LSE 的相关高层，第三个呢，他用自己的 program 名义去发了一个不实的假新闻啊，而且这个假新闻呢，他是明知道是假新闻。好，那第四个呢，他在这个利益交换的过程中，他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那还有他对台湾来讲啊，他有没有是公务人员登载不实啦，或者是做其他的相关的伪证？当然也有人告诉我说留着他当证人，当证人的好处是说看他还敢不敢在法庭上做伪证。好，这个地方我知道在我们的网友当中有很多的人才，有资讯博士，有网络的键盘怪咖，也有法律博士，也有人在我们的脸书上立刻贴出来他去补发的证书，他是伦敦大学政经学院毕业的，还有外国人也进了我们的讨论圈当中，因为我们在我们的Instagram 上面，我们也经常会有一些英文方面的新闻的揭露。所以呢，施呼隆这个角色啊，各位同学给我意见啊，帮忙我，你们去想想看要用什么样的诉讼策略能够让这样的人呢能够说实话啊，或者是用什么样的策略让他绳之以法。好，这是施呼隆的角色。另外一个角色呢，大家一起来想想，就是在整个伦敦政经学院的过程当中呢，他不断的试图去隐藏一些真相。好，那他呢是谁呢？他是伦敦政经学院的媒体对外的一个负责人，他 last name 叫 O'Connor。 O'Connor 呢，他就是曾经写信给林焕强教授的
这个在北美 North Carolina Charlotte 的这个分校的经济学的任教的系主任，用企图用这种方法，用政治力介入，啊，想要让他去逼退林环强教授，叫他不要不务正业，叫他不要再管闲事，啊，所以就把林环强教授呢，在这三个多月来往返于伦敦政经学院的 inquiry letters， 就是询问的这些信件，通通集合之后寄给了这个林环强教授的上司系主任，告诉他说他来 harass 我们的工作，啊，不断的询问我们，然后查询这个蔡同学到底有没有这个，到底有没有那个，不堪其扰，诸如此类。那这个人扮演什么角色？这个人呢，扮演了一个角色，就是他去打脸英国伦敦大学政经学院的证书产制室的 worldwide head， 他去做了一个假见证，啊，是说那个 worldwide head 讲话是错的，他说的才是对的。他的意思是说，这个 worldwide diploma officer 说重新申请补发的论文的 signatures 跟 wordings 会 identical to the original copy， 会跟原始的1984年毕业的一模一样的，同一个校长签章，同样的 wording。 那我们的网友也立刻在下面贴出来说，对，你看两份一模一样，啊，我的跟我的朋友补发的是一模一样的，但是蔡同学的呢就不一样，2011年补发的不一样，2015年的也不一样，所以这到底是谁对呢？这件事情呢，我们就要这个Mr. O'Connor，啊，这个喜欢搞媒体关系的人，看看呢他要当被告呢还是要当证人呢，哪一个会比较好，啊，他当被告的话呢，可以帮这个林环强教授，啊，也帮这个案子的很多关系人出口气，那你怎么可以站在你的这个学校校方的主管的身份呢去做假的伪证，好，你怎么可以试图去做这个粉饰太平的事，然后你呢有没有跟那个安大维一样，因为收受别人的洋酒巧克力跟鲜花，所以呢你就企图去掩饰了什么。第四个，你跟施霍龙之间有没有什么私人的关系，这个都是要被查证的，都是要进到司法程序当中去一一检验的。好，那么再来第三个呢，有可能当被告或当证人的就是伦敦大学政经学院的这个 Vice Chancellor， 就是伦敦大学政经学院的，我们把它叫校长好了啦，好，校长或者院长，政经学院校长。那么他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如果今天在英国伦敦政经学院上面他去承认说，对，官网这个讯息就是代表我们的立场，啊，那他可能会变成被告，啊，因为他等于是从伦敦大学政经学院的角度去发了一个假的消息，企图掩饰一个长达36年的犯罪行为。为什么说他可能成为被告呢？因为他是一个轻而易举就可以查证而不查证的人，却任由这样的事情去散播，所以他是一个掩饰犯罪行为的人。或者是要让他当被告呢，那之外的这个所谓证人呢，让先把他放在一个比较超然的地位，好，让他当证人，让他去证实说这一个在英国伦敦大学政经学院上所谓的 statement 其实是一个错误的 statement， 他只是我们底下的不孝职员结合台湾计划室的不孝的人员共同的去串通的一个假的新闻连结的制作的链接罢了，他并不代表我们的官方立场。这是他当证人的好处，也可以让他在当证人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去找出事情的真相，啊，所以呢他具有两个角色，啊，可以当被告也可以当证人。而这些东西呢我们都反复的在英国的律师跟在英国的这个负责告诉的人，啊，两个人在一直不断的商量，而且不断的跟我有一些书信跟电话的往来。那第四个可能的情况就是我们来想办法呢让校友或者是其他的人来代表告谁呢？可以告蔡同学。告蔡同学什么呢？告蔡同学因为这样子的行为而使得伦敦大学政经学院跟他的校友们损失了名誉上的伤害，因为至少可以举证在台湾跟少数的英文媒体上面已经沸沸扬扬在讨论，认为伦敦政经学院怎么可能去干出这样的事情，所以它造成了某种程度对这个学校的校誉上的伤害。
好，然后呢，他也可能另外把蔡同学呢，某种程度蔡同学可不可以当证人呢？这个部分我比较怀疑，因为他明明就是这整个事件的始作俑者，所以他不能够置身事外。但是因为蔡同学有两个原因他比较困难，是第一个他不是英国公民，但是他具有英国伦敦大学的校友的身份，我想这个毋庸置疑。至于什么是校友，我说过嘛，念过这个系没有毕业他也是校友，有一天你有杰出的表现的时候，所有人都会认为你是杰出校友，没有人会跟你计较你毕业没有，你不毕业你也是校友，你来念过一天也是校友，短期进修你也是校友。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蔡同学的身份是可以让相关的人去先 identify 自己是 injured body， 像我现在就可以 identify 我就是这个 injured party， 是个 injured party， 因为我是一个蔡同学提告的被告嘛，我因为是被告，所以我有权利去申请证据的调查，去 verify 包括论文在内，包括证书在内，包括相关的东西。好，所以这是一连串的这四个人在这整个事件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呢，这件事情另外一个角度是媒体更有兴趣的是，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可以让一个人从中呢去偷天换日的操控。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人犯罪一定要有 incentive， 对蔡同学来讲他的 incentive 就是我可以得到我这样的一个包装的虚名，然后用这个包装的假博士呢可以行骗江湖，获得了我的薪水，获得了我的教职，获得我的社会尊敬，获得了我往后的总统的这个 presidentship。 更重要的是他这已经是惯犯了，因为他根本在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告诉别人说，在联合报投文章，在政大法学论评论上面投文章的时候就已经说他是 PhD 吗？那个时候从文件上来看，不管他是真博士假博士，那时候根本就顶多是个 candidate， 他没毕业嘛。所以他这种所谓的博得虚名的做法其实早就是共犯。好，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我想不管是古今台外，大家其实更关心的是这个就是一个神鬼交锋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的翻版。所以我想不管是媒体界或者是法律界，大家都对这件事情保持高度的兴趣。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东西促使了一个犯罪集团在簇拥着这个罪犯帮他擦脂抹粉湮灭证据协助犯罪呢？这个2400万的捐款算不算呢？58万英镑的匿名捐赠者是谁呢？这往后一定会是成为第二阶段当中在法庭攻防上面一个最好的清楚的有力的见证。所以各位同学呢持续的努力，然后也为我们这一趟的这个所做的所有的努力呢大家共同的来带导，希望这个正义永远能够战胜邪恶，希望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也希望灯呢要放在灯台上，要照亮一世的光明。那也替我们呢共同的祈福祷告，希望正义呢不会只有在伦敦实现，也能够在台湾实现，也能够借着这个时间这个时刻跟事件呢，能够让在北美的所有的关心的台湾人，好，还有在欧洲关心的台湾人都能够上一堂民主法治的课。夜深了，谢谢各位同学，我们明天继续更进一步的务所伦敦的探讨，明天见。